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嘿嘿嘿。小风姐姐，上次我们画了 apple、banana 和 orange， 你还记得它们是什么吗？我记得 apple 是红红的苹果， banana 是我最喜欢的香蕉， orange 是酸酸甜甜的柳橙。没错，乐乐你记得真清楚。小朋友你都想起来了吗？那这次啊，我们就来画三种不同的球吧。乐乐你最喜欢的球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足球啊，我连房间的闹钟都是足球造型的呢。哇，原来乐乐你这么喜欢足球啊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画第一种，需要丢到好高好高的篮筐才能得分的篮球 basketball。 第二种，需要用球棒打出去的棒球 baseball。还有第三种，乐乐最喜欢的足球 soccer。 乐乐你准备好了吗？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。 小朋友快拿出你的画本跟色笔，我们一起来画画咯。我们先来画篮球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找一个圆形的东西，我们沿着边缘慢慢描线，就可以画出一个漂亮的圆形。接下来我们要画出篮球上面的纹路，画一条有一点弯弯的弧形，再从左边画一条往中间弯过来再往外弯出去的线，右边也是。最后在中间再画一条有点弯弯的弧线，接着就可以上色咯。我们帮篮球涂上橘色，再用黑色描一下篮球的边框和纹路。篮球 basketball， 篮球 basketball。 接下来画棒球，棒球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圆，一样沿着边缘描出圆形，在中间画两条向内弯的曲线，在曲线上面画上好多小小的箭头，再用红色的蜡笔帮箭头上色就完成咯。棒球 baseball， 棒球 baseball。 最后我们来画足球，可以拿大一点的圆形来描线，在正中间画一个星星，把五个顶点连起来，然后涂黑，在五个顶点延伸到圆形的地方画一个矮矮尖尖的小山。再把它们涂黑，
最后再把小山的山顶和中间的五角形顶点连在一起，就完成咯。足球 Soccer， 足球 Soccer。 小朋友，你都画完了吗？你们看，这是我画的 Basketball， Baseball， Soccer。 我的房间也有一颗哦。哇，乐乐，你在足球旁边画这个在踢足球的人是你吗？看起来超级厉害的耶。对啊，就是我，我在画里面也很会踢足球哦。小朋友，你也可以请爸爸妈妈把你画好的画拍照下来寄到乐乐信箱，也许可以在乐乐频道中看到你的作品哦。画画 ABC， 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Bye bye。 乐乐有频道咯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。